的生活结束之后，中餐厅二成功接替了他的位置。而这档节目从播出到现在，收视率以及好评度都还是不错的。而且这档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，就是让明星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体验了一下服务员的工作。不过在最新播出的一期，嘉宾在做饭的时候，这两个错误太明显了，而且是致命性的那种，要是后期没有发现的话，估计就得黄了。第一期节目的时候，原来的餐厅老板就和赵薇他们说过了卫生的要求，并且他们还要去培训。首先鱼必须是新鲜的，而且做饭的时候必须要戴橡胶手套，以及厨师如果不遵守的话，那么将会面临450欧元的罚款，更加严重的话，餐厅将直接关门。可是在第二期节目中，大家似乎发现了五个人中没有人遵守了这项规定。虽说舒淇把规矩都告诉了赵薇，但是作为一天之长的赵薇则没有和大家刻意的强调这一点。首先这几人都没有戴厨师帽，而且手套的话只有白举纲、赵薇会偶尔戴，其他人根本就没有戴。这两个失误可是非常严重的，或许在观众眼中不觉得有什么，